因为呢，我们这一次过年要决定去宿雾。看看我们身后这个泳池，来，这是最主要的大泳池，然后旁边这边都是一栋一栋的冰凉。干杯！干杯！哎、欸，这蛮浓的哦，我记得、哦。这是我们点的海鲜重口吧，还有小龙虾。哎、欸，我现在要跟着音乐，跟着音乐去哪？来，跟着音乐去任何地方。好，安心，你为什么感觉又在机场？因为呢，我们这一次过年要决定去宿雾，我要决定宿雾。然后我们这一次的旅伴呢，除了就是我跟 G80 以外呢，我们还有那个我们一个新的一个 YouTuber， 安卓器。哎，哎呀，大家好！啊，他的那个频道在这里，大家欢迎订阅。他真的会打上去哦，你真的会打？会啊，我们会用那个连接。谢谢谢谢谢谢。对，然后我们这次主要是去6天5夜，我们机票买的蛮便宜的。对，我们在半年前买，我买8000多吧。然后我们前已经上个月查了，对，而且上个月查的时候已经2万多了，而且是早去中午回，对，是蛮好的一个时间。那还要去宿雾的哪里？宿雾的哪里？墨宝岛，墨宝岛，墨宝，还有欧思路看鲨鱼，还有沙丁鱼这样。好，那你们不是要去玩那个什么？玩风飞？我没有去，我也怕。这是说就是要去潜水。对，我那个最重要就是要去那个沙丁鱼，就是要潜。然后你要介绍什么？我要来分享一个那个，就是分享一下那个我们这一次就是高敏的有两个表，这个是新出的，去年2023年 Q4 上市的那个 MK3。看大家，它可以下潜超深，对不对？对，它下潜可以比较深，那我忘记是多少，一两百应该有。对，应该是我忘记了。然后它就是主要是它改成那个 OLED 的，你看亮度有差。有，亮度有差。它这个是左边是 MK2， 这是3。对，它这是外面有多一个那个钛金属，就是蛮漂亮的，除了这个颜色。那这是两只都带去测试，对，两只测试一下，刚好可以潜水。对啊，这是我之前买的 MK2。好，那我现在已经准备，现在要准备起飞了。满班吧，对，满班。然后我们刚要出关的时候，就是要入班，对啊。对，我们要入班的时候排蛮久，可能过年期间人比较多。那我们现在终于到了那个 C 部机场，宿雾。对，然后我们现在原本要去换钱，就来不及，因为我们还剩一个小时，对啊，剩一个小时准备去搭船去薄荷岛。那我觉得大家可以下来那个 Grab， 那我们过去大概是420G 吧，我们刚看到4个人，车来了，走，好，我们现在到了那个薄荷岛的。薄荷岛，码头啦，码头。对，然后因为我们今天原本是现在已经大概3点35了，才拿到行李。其实我们的船对，才拿完行李。那我们是今天是应该原表定应该是11点多就要到落地那个宿雾了，对。就后来那个船班 delay， 然后害我们就是要搭船，我们地点的船就有点超级赶的。然后因为塞车啦，最好是大家都抓少抓个2个半小时以上，这样会比较充裕，因为可能路上会塞车啊。然后你到了那个码头之后又要check in， 要进去检查行李，然后要买他公费的钱。等换汇等等，所以大家尽量抓2个半小时这样。那我们要坐船过来用什么？2个小时吧。然后等行李。国放吗？国放，国放，蛮大的。但就是慢。对啊。主要是等行李等很久啊，因为它就是有点乱七八糟的那种感觉。好，我们现在呢，我们刚从那个是哪里啊？那个码头那边，然后我们搭了30分钟的车，就包车搭了30分钟到我们的饭店，到我们的第一天晚上的饭店。这个呢，就是入口，大家可以进去看。那它叫 Island World 邦老，应该是叫邦老。一个晚上3000块，4人房，然后有2张单人床，然后它是分开了2个房间，2张双人床。我们等下过去看，然后它有那个很大的一个泳池啊。应该有两个，就我们原本以为只有一个，然后其实有两个，然后整个照片看起来就是也不是照片，就实际上看起来很漂亮，带大家去看一下。我觉得蛮好的是它还有接驳，6点到10点。对，因为附近5分钟，走路5到10分钟有一个海边，然后说他们有可以免费的接驳，然后这边也可以预定那个 SPA 或者是还有什么按摩啦，对，在户外它有个那个躺椅，户外按摩，对，我们想去试试看。那我们现在去看看里面啦，走吧，go。好，看看我们身后这个泳池，来，这是最主要的大泳池，然后旁边这边都是一栋的 villa。大概有6、7栋左右，然后后面我刚刚讲的那个 massage spa 就是在那边可以做那个 spa， 然后好像蛮便宜的，应该是500块，500块一个小时，基本1小时500块就够了，还可以，对。然后这边算是前栋，然后我们是在后面，然后后面也有一个泳池，好，那我们就沿着那个小径，对，我们直接去看看，拜拜。因为那种超多椰子树，很有那种度假的氛围感，我觉得很赞哎，而且它很贴心，它有提供那个衣架。可以让你就是去玩玩水，还可以晒你的泳衣，很快就干。哇，他还可以玩这个哎，真是有趣。好，我们房间这次住的是这个家庭房，对，算是这个是独立的一栋，还不错，就没有跟其他间在一起。好，进去看看。好，一进来是一个房间吗？对对。
没有，有时候会有客厅啊，会有客厅啊。有一个很小的一个小桌子，让大家可以晚上这边吃饭、聊天、喝酒。喝酒。对。然后我们去看看里面这一间。你要打嗝吗？没有啊，看看你是可以打嗝吗？看看里面那间，看看里面那间。对，来看里面那间。其实它没有很大啦。第二天的话就是这里，也是一个双人床，然后这边有很多个。然后一个对外窗，然后我觉得蛮干净的，白，就是而且它感觉都有在整修，它的墙壁也都还不错，对，都蛮新的。好看的浴室小小的啦，小小的，但是很，我觉得蛮干净，干湿分离，有干湿分离，我觉得还不错。那我们要趁下山前一下，赶快去下去泡个水啦，巴西，是准备下去玩水了。对啊，你欣赏这个风景，看我刚刚看出去多好。嚯，真的，那走了。之后开业的话，再帮我准备一个啤酒那个。没有办法，那我们现在去玩水了。好的，开箱结束。结束，不错不错。阿比，赶快啊！你不是现在冲水干？好辣好辣哦！怕水，赶快下去一次啊！有什么吓人的吗？下去。啤酒，干杯！干杯，干杯，干杯！哎，这蛮浓的哦，我记得。游泳看谁游得快，然后碰到这个墙壁就赢了。哦，水中蛟龙哦！啊，不能说，不能说话！太热了吧！好，现在七八零有点说不起，要再挑战一场。他们现在决定第二场验蛙式，但是这次是不能换气。哇！八零七八零获胜。好，那我们第一间要来吃这个火腿汤烙，然后这是导游推荐我们来吃的。感觉很不错，好像是烤的，然后我们这边料理。对，那我们就进来看看喽。好，感觉很不错，然后离我们的住宿走路大概六七分钟吧。好，那就刚刚那个七八零讲了，就是我们是在地导游推荐我们这间餐厅，那我们刚刚看就是人真的是还蛮多，而且还蛮多是那个菲律宾人来吃。然后其他的就是主要是它有很多种的，就是你看就是羊牛啊，就是猪什么的，然后我们就是请他推荐看吃什么，然后等一下再跟大家分享这样。OK， 是牛肉汤，巴基兵要为大家示范，他很喜欢喝汤。对，但是我有南部人，就是南部人。他有吗？有啊，想要喝汤吗？有哎，我其实很喜欢。台北人不需要喝汤。台北人为什么不需要喝汤？我们没有这个习惯。南部人就是喜欢喝汤，夏天也要喝汤。那我来问一个中间的，请问你是要喝汤还是不喝汤？可以吃饭，但是每一餐一定要有汤吗？不一定，不一定嘛。比例上来说，是不是要有点汤会比较舒服？或者是比较一个吃完饭的感觉？你看，那我们可以喝个可乐，也是吃完饭啊。对啊，对啊，对啊。你先喝喝看，你先喝看如何？吃汤了。咸吗？我觉得还好，汤没有那么咸。但这个鸡肉蛮咸的。因为平常吃它的肉，它就有高丽菜，然后有肉，还有像有牛筋，还有玉米，还有马铃薯，还有马铃薯，是它的肉。这是牛肉汤。跟台湾的口味不太一样的，但台湾的牛肉跟我的牛肉排还是比较好吃。好，那我们后面还有比较期待的是 seafood。好了，我们的海鲜要上来了啊！哇，好美，虾，哇，这什么？好，这是我们点的海鲜综合吧，还有小龙虾，然后有虾子，有螃蟹、玉米、马铃薯，还有螃蟹。然后有章鱼、鱿鱼吧。好，重点了，今天痛风。来，今天痛风的吧。痛风啊，痛风就要吃啊。多跑点吧。好，我来吃个鸡肉，小小的。我感觉也蛮大的哦。然后这感觉就是酱油味，然后我们加点那个反式，然后还有叫我们就是把那个荆棘加一些他们的 sauce 在旁边，然后它有点酸味。有点像三杯，但就真的太咸了，就是酱油加太多的三杯鸡的感觉。大家都是菲律宾口味，还有鱿鱼、虾子，但虾子有点难剥，好像没那么煮太熟，或是没那么新鲜。试试看吧。还有玉米，有啊。它口味如何？把你现在应该有，都还不错啊。不会很咸，我觉得还好，对我来说没有加分。我们点微辣，对，小我觉得对，很微辣，好配啤酒。我觉得玉米应该很不错。配啤酒很刚好。然后我们这个全部吃完了，你觉得还 OK 吗？我觉得以我上次去年去长滩岛的经验，我觉得这餐算好吃。算好吃。因为上次长滩岛就是觉得只有一个 I love barbecue OK， 其他都还好。但这餐我觉得海鲜算蛮有特色，汤也普通。但是它那个海。
海鲜就是唯一缺点，就是它的那个小龙虾真的是不行，真的不行。然后那个鸡肉真的是不行啊，肉太咸。太咸。可是后来吃这个，再吃这个，再加这个酱，就是我们要特制的那个酱。那我们给大家猜，我们今天吃这样三道料理，然后加三瓶啤酒，一个奶昔，要多少钱？来，我们公布答案吧。3374，就关键那个海鲜啊，其实它乘以0.6，大概是2000块台币啊，2000块台币左右，对，还行啦，还 OK 啦 ，OK。好，我们吃饱，然后现在走大概6-7分钟就到 Alona Beach， 也是很知名的海滩。然后我们在沿路的时候就有一些小店、商店街啊，然后小吃，有点像夜市，我觉得。对，其实还不错。然后我们现在真的再往前走一点，就是真的沙滩了，我们就去看看。其实还是蛮多什么可以泡啊、全家泡的东西。然后很有名的汉娜。那个 resort 就是在刚刚的路上。来，那问我现在要去哪？你要去哪里？现在要跟着音乐。跟着音乐去哪？跟着音乐去任何地方。我觉得，这边很热闹，就是他们的闹区，可以逛逛哦。超多餐厅也可以来这里吃。我们沿着那个沙滩叫什么？Alona Beach。它后面这边就是 Hanna， 就是超级有名的连锁。然后还有 Sea Breeze， 然后看起来都还不错，就是在沙滩边的饭店。但我们这次就没有订到。那它沿路的那个沙滩的餐厅还不错。而且它都是在沙滩上直接摆桌子可以吃的。其实看有没有时间，看明天晚上，因为明天行程也是满满的。对，明天晚上可以来一下，天黑前来走一下。好，那我有买山竹跟 Jolly Bee 来吃，我自己觉得 Jolly Bee 还行。还有那种炸鸡，还好，普通难吃。然后还要买冰棒，可是冰棒是什么、？Chocolate ice， 可以试试看。Chocolate。嗯。然后这个是 Red House， 蛮浓的，大概有7%。那我们今天就结束，因为今天搭了快一整天的交通，好累。然后明天我们8点要去一整天的 trip， 要去巧克力山，还有 Virgin Island， 还有这个。要先去 Virgin Island。为什么你那么想要去 Virgin Island？ 因为它是 Virgin Killer。哇，还甜呢！甜，刚好有搭配到的这个动作。你刚刚上一个东西。OK， 那我们明天就要去等一下了，然后就离桃花岛了。然后我们可以再回看一次 Virgin Killer。Say good morning again。啊啊啊！有有 ，Bon Bon Bon Bon。你说说看，你为什么上去了？太冷，你这个体格是不是太？